对于土家族人，食辣既是出于生活环境的自然选择，也是人们对别样口感的创造追求，更是他们热忱坚韧的性格外化。辣椒如果仅仅作为调味品佐餐，远不够表达土家族人对于辣的狂热。这里有着辣椒的各种独特吃法，其中最为直接的当属雷辣椒。雷是指捣碎辣椒的动作，最传统的做法摒弃了所有繁琐的步骤，只需将青辣椒放在火上烘烤，直至表面微皱，要略掌握火候。将水分逐渐蒸发的同时，凸显出有一定韧度的口感，直到辣椒的表皮出现虎皮状的黑斑，焦香四溢之时，就可以把烤好的辣椒放入石臼之中，只需配以大蒜和少量的食盐作为佐料。随着雷的动作，被细细捣碎的辣椒椒鲜与蒜香相互融合，香辣间透着一份爽快。信手拈来，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，成为土家族人下饭菜的首选之一。辣与其说是一种味觉，不如说是一种痛觉。辣味食物所激活的不仅是味蕾，也是一种神经刺激，是热与痛的混合体验。居住在深山之中的土家族人经常赤足行走在山间，毗邻深潭绝壁，坚忍顽强成为他们的品格。富于挑战的环境也促使他们具有敢为人先的精神。辣这种味道与土家族人火辣直爽的性格相得益彰。家住永定区罗水乡的秦勇师是当地的民间艺人，他正在精心准备着过几天就要使用的表演道具。这是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祭祀方式，傩戏。人们相信这种方式既是对一年来辛苦劳作的庆祝，也是对神秘莫测的自然之力的祈愿。每逢重大节庆，秦勇师都会亲手先在纸板上绘制底稿，再用白杨木雕刻出每一位角色的面具形象。白杨木硬度适中，抱面光滑，纹理清晰，雕刻出的面具精致美观。傩戏面具造型着重在五官部位进行渲染，常以夸张变形的手法来突出不同角色的个性。面具在雕刻与绘制中需要投入诡谲异常的构思，刚劲粗犷的刀法，大胆多样的上色，生动传神的造型，才能赋予面具强大而震撼的感染力。与此同时，住在附近的女眷们一块儿来到秦勇师的家中，
亲手张罗起庆祝秋收节庆的传统美食。血豆腐是他们的首选，将豆腐反复揉捏压碎成泥，是制作血豆腐的第一步。辛辣是这道传统佳肴的主味，细碎的豆腐泥容易入味，将老姜切成细末或者辣椒粉一同加入到豆腐泥之中。血豆腐一般选用新鲜的猪血来制作，过滤掉杂质后口感会更加细腻绵滑。再按照一碗猪血调制半桶豆腐的配比，将其与豆腐泥混合搅拌。辛辣的滋味可以有效地遮盖猪血的腥气和特殊的气味，使其与豆香味相得益彰。接下来调好味道的血豆腐泥需要一一拍打成丸子的形状，反复的拍打可以让血豆腐的形状均匀，口感紧实。之后将它们铺放在稻草之上，既可以保持底部的透气，又具有防腐的功效。血豆腐并不是用来蒸煮，而是烟熏。这种做法既是土家族人对熏制食品的独特喜好，也是土家族人独特的厨房结构所致。随着时节的转凉，土家族人喜欢使用火坑做饭煮水，成为屋内取暖的方式。火坑的明火释放出的烟气正好用于熏制食品。血豆腐一般要经过半个多月的熏烤才能入味儿。各种作料杂糅而成的血豆腐酝酿出自己独有的特点，如同这片深山当中的土家族这一古老的民族，历经时间的冲刷而风俗不变，延绵不绝。